张天师出入道教之后，就向教徒宣布供奉太上老君老祖的教主。因老祖所流传的道德经为圣经，由这咒带领教徒相托遵行。张天师又定下了教规，凡道教教徒在每年的十月初一，必须向导师交流圣米五道，遵入天伦，以供天灾地变以及甲来往过路人使用。除了这以外，任何人不可随便使用信众所交纳的米粒，以及乱收钱财。信教立教，爱举行立教仪式，由导师竖一道符，随身佩戴，方便驱邪。信徒略有一边，先向天地水三观大帝叩拜忏悔，由导师写三份祝祷文书，一份放在山峰，一份埋在地下，一份沉入水中，称为三观手书，祈求凡事保佑。药味建好，再找导师画符念咒，以符水治病。此外，又甲信徒造桥铺路。五义节，更是教导勤俭，行善积德。张天师出入道教，志在奉天行道，以道立教，以教化民。其基本教义是敬天、事祖、修道、行教、救人、利物、济世。张天师在雪中创立道教，教导遵守教义，四方八达的人民也一一前来立教，以学道法。在东汉皇帝永寿两年，西元156年丙申，太上老君遣派使者持玉册前来对道陵问，请以正义明威之法，师传世世，并受封天师至尊。赵天师明白得道之理将近，就将明威道公等诸品秘录斩写赐祥立剑，玉册玉印传授予长子张衡，并对伊言道：“我有太上亲传之道，出门总领三五部公正义之需要，驱邪除妖，祖国安民，世世一族继承我之位，为我家宗亲子孙不断。”又对地主王董赵兴云：“我有升天之丹，在炼丹台上金仪之中，汝两人可分享，但待以我升天上清。”当年九月初九，天我之节，福建一人自以清净，下礼持办，一人乌疾少衣，结地佩剑，各旁局限，将自以使者挖前再拜完，奉上清真符。迎金人以两万，此时东北有24人，该两伙乱合之徛，玉女两人因天师一符的勇士定车，前刀削掌，天甲应经以分大方，白日升天。天师享年123岁，其弟子王董。赵兴一同飞升上清北京宫。张天师飞升之后，长子张衡继承天师之位，成为第二代天师，遵守父亲的教诲。在汉灵帝光和两年（西元179年）正月23日，又将印剑符箓传授予伊的子儿赵乐，甲夫人罗氏在阳平山白日飞升。第三代天师张乐以其祖父所传的教规加以定定，如太人生性不得欺诈，若犯教义者可原谅三次则行刑，犯轻者只要修道路100步便可免罪，又设立仪式，在其内培植米麦和过路人使用。
以延续祖父张天师之志。张天师所创立的道教继承人，只传子孙不传外人，到目前已经传了第64代。第64代天师目前在台湾，上名叫做张元仙。第一代天师就在道友洪河，唐朝天宝七年（西元748年），册封太师。熙宗中和四年（西元884年），封为三天护教大法师。宋熙龄年间（西元1068年），加封三天护教护大法师。宋徽宗大观两年（西元1108年），加封正一正君。第二代天师尊称四汉天师，第三代长老为西汉天师。道教自张道陵创立宗教，在修道成功，百日回生，其后世代代相传，尊称天师。自汉朝到清朝，尊奉道教为国教。道起自于黄帝，老子弘道，张天师创教，道教之教义，敬天。师祖、修道、行教、礼物、祭祀，希望每一个道教信仰者以这6项的教义为处世之道。